11月21日，张卫健、DK、杨秀慧、蔡思贝、谭凯奇、洪永城及曹永廉等人在电视上出席剧集《大帅哥》的宣传活动。主演大帅的张卫健以戏中角色造型出场，阵容强大，霸气十足。在活动中， DK 除了获杨秀慧、蔡思贝、谭凯奇送的红短裤、红袜子、红帽子外，更获三位美女技场献吻，真是艳福无边，满满幸福。 DK 表示德西剧集将于12月播出，觉得特别期待，但提到阔别多年再回 TVB 拍戏的感受时，他就似乎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，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情感，令人动容。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像跟香港观众或者是广东这一代的观众，我觉得有一点不辞而别的感觉，然后我隐隐的觉得我欠他们一部戏，我欠他们一部剧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愿才可以完成。所以呢，我一开始我就特别感动，特别那个感觉很奇怪，很奇妙。曹永廉和洪永城直言跟前辈 DK 合作感到十分荣幸，并透露 DK 很会照顾剧组同事，经常买很多零食到片场跟大家享用。洪永城还大爆 DK 就喜欢吃香蕉，而曹永廉则对 DK 读对白的能力佩服不已。他还有很特别，就是每一次都会买一双蕉香蕉摆在现场，他要吃很多香蕉的，对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对一个习惯。但是跟他拍东西也是可以学很多东西，他对白说得很好，他无论要很多很多对白，他也是一次可以说好。这个是我没有见过有演员可以那么厉害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